这是哪儿？欢迎来到灵魂事务所。好饿，几天都没接到活了。我看见不干净的东西了。怎么撑着伞还淋这么湿啊？怎么了？自从捡了这个伞，我就天天做噩梦。那就扔了吧，快睡吧，有我在呢。你最近精神怎么越来越差？累的吧？是幻觉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是都扔了吗？为什么他还在这儿？不，不能扔。你给我，你是不是被整个旅馆迷住了？和你一起回去看看。你是谁？他是我请来清理家中不干净的东西。家里没有不干净的东西，你走吧。这可是好东西，用犀角制成的香，燃之人能与鬼通。我就说你被迷住了，今天必须把这个扔了。不要，你不能扔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他就是爱你才不能扔，因为你才是那个鬼。我不可能。我死了。你男朋友不肯丢伞，就是因为你的灵魂就寄存在这个伞里。我们还有洗脚箱，没事的。不行，你一定要走，不然他又真的命悬一线。我走，可是你能不能让他忘了我？不，我不要。来生，我还来找你。